你好，这是我的20 liu的路上。今天很特别，我今天很高兴。为什么我很高兴？我很高兴，因为今天是我朋友的生日。哇，我的巴西朋友 Renato 今天有他的生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祝你生日快乐给你，Renato，我爱你，明天见。